前后一亿五千万五摄，颜值手感吊打 iPhone。 今天给大家开箱一部蓝厂发布不久的 Vivo S12， 打开包装直接拿出手机。我手里这款机身颜色叫做暖金，机身后盖采用 AG 磨砂玻璃，表面非常光滑，不易沾染指纹，并且采用光质变色 2.0 技术，在不同的光线反射下会呈现出金色与蓝色的交替变换，非常漂亮。不得不说，蓝厂把机身颜色这块拿捏得死死的。机身边框采用了与13 Pro 系列类似的直角金属边框设计，但厚度更薄，并且边框两侧都经过了倒角处理，再加上180克的机身重量，所以手感方面完胜 iPhone。 机身正面采用一块 6.44 英寸 OLED 刘海屏，同时这块屏幕支持 90Hz 显示高刷以及 180Hz 触摸采样率，并且支持屏下指纹解锁。核心配置方面采用联发科天玑1100处理器，加上四通道运行内存，支持加 4G 的内存融合技术，以及 UFS 3.1 闪存。软件方面搭载最新的 Orange OS Ocean 系统，日常使用没有问题。影像方面，后置相机采用1亿像素主摄，加上800万超广角镜头以及一颗200万微距镜头。机身正面的刘海内同样采用两颗镜头，分别为4400万主摄，支持 AF 自动对焦，以及一颗800万自拍广角镜头。并且在屏幕顶端的缝隙内隐藏了一对双色温四柔光灯，可以根据自拍环境手动调节补光色温，省去了笨重的外置美颜灯，自拍效果仙气飘飘。好了，对于这款自拍颜值、机身颜值都满分的 Vivo S12， 千万不要让你们的女朋友看到。